我哋認識咧，就係因為星夢啦呢個歌唱比賽。而你未出道，我記得喺個比賽嘅時候，我覺得你唱得好好，真係好。Very very good， 俾啲掌聲支持，真係好正。嗰陣時我已經知道我呢個女真係好單純，好單純，好可愛。佢直頭單純到我呢個做爸爸有啲貪心。至少應該不會被下面的朋友騙了先，他們呢，他們怎麼會騙你啊？他們錫你都來不及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會的，他們不會那麼壞的，因為呢前面我都問了他們很多問題，他們呢全部都答應我的，是吧？因為你即好像我剛剛想等陣唱完之後入後台喝些有氣的汽水，然後呢他們就說好啊，你去喝吧，這樣。其實支持的歌聲大家都很喜歡，跟著 我個人都很喜歡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支持，好不好？多謝你，唱多些好聽的歌給大家聽。我嘅嘉賓，我嘅榮幸。其實咧，因為琴日我就講咗咧，就係我覺得 Gigi 係一個好叻、好叻、好叻嘅一個女歌手啦，真係一個好叻、好叻女歌手。我要繼續加油。好，因為喺個比賽入邊咧，其實佢真係自己一個人孭曬，好多時都孭曬跳舞啦、和音啦、合唱啦所有嘢，但係講緊喺一個禮拜內要完成曬咁多樣嘢，再加埋嗰次係比賽，所以個壓力係非常之大。跟住去到完咗個比賽之後 ，Gigi 一個人出嚟經歷過好多綜藝節目啦，或者比賽啦，面對好多讚嘅説話啦，可能有時有啲尖鋭啲嘅 comment， 但我覺得 Gigi 嘅抗壓能力同埋佢嘅 EQ 係非常之高，同埋每一次都可以好完美咁樣迎刃而解所有嘅問題。同埋最緊要有一樣嘢，我好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 Gigi 個人，其實由我啱啱識佢到而家，佢個人同埋佢個做嘢嘅初心都係冇變，佢對所有人都一樣咁好，所以我覺得成日可能有啲朋友或者記者都會問到就係、是、你會好羨慕 Gigi 而家嘅成就，但我覺得唔係羨唔羨慕嘅問題，而係 Gigi 好值得而家去擁有嘅呢一切。所以我覺得你今日行到去呢個舞台係好等你開心，希望之後可以喺更大舞台紅館再見到你。其實我想講。即係聽 Felix 咁認真去講，即係佢本身嘅人都好認真嘅，但係咧我冇試過咧佢咁樣講，我以為有啲乜嘢天大嘅事情要發生，大家知唔知？所以我其實係我好開心可以邀請你嚟做我演唱會嘅嘉賓，亦都好多謝你啱啱打俾我嘅説話，我覺得其實係有做一個體驗嘅作用，咁所以非常之感謝。Thank you， 太好啦，好。謝謝咁你繼續去 show， 你都嚟繼續加油。好 ，OK， 感謝你。Yeah， 有啲手好，我都有。好，拜拜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多謝 Felix。